哎，我听孔老师说，他这抬头看的时候，他这个拉绳子的时候，他是这么蹬的，是不是？那正好说是锻炼你的胳膊。那咱们刚刚是怎么蹬的？是往下蹬的，这就有错误。好，有了，有了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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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飞起来了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哇，成功了！